全部馬匹準備堂堂四場賽事四班一千米嘅直路賽大熱係九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啲嘅嘛，中間位置霸勝啊，愛蘭海豚星啦，咁啊再見到白鼻箍地通拿都快啦，紅眼罩紅帽咧，咁啊白衫嗰只就常山猛虎嚟噶，咁啊再中檔位置仲有呢只咧就金馬玉堂啦，後多層啊嘛，咁啊入邊紅衫紅帽咧就快一步啦，後多層啊先見到有勁進啊四條煙啊，開心好友就粉紅帽白衫咧就後邊嗰陣嚟噶，龍寶寶黑衫黑帽向個馬林中間啊，後啲先有咧，咁啊有呢只就係蟲草無敵啦，尾二位置紅衫嗰只咧就各取所需嚟噶，好啦，跑咗一段啦。外栏位置海豚星，中间红眼罩咧就系呢只常山猛虎噶啦。中档位置仲有呢只金马玉堂啊，再喺入边咧，开心好友打紧上嚟。后多层嘅马仲有四条烟啦，同埋地通拿。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马仲系海豚星啊。中间位置地通拿上紧啦，入边龙宝宝追紧上嚟啊。中档位置仲有呢只金马玉堂啊，接近终点，龙宝宝就赢出呢场赛事啊。开心好友跑第二。第三名嘅馬咧，有呢只就係鼓浪陽光同埋金馬玉堂咧，就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龍寶寶咁啊，都係啲毛啊比較長啲啊，咁但係都能夠一出即勝啦，跑第二名，一路響入邊嗰只開心好友。第三名就真係近啦，十號金馬玉堂好似步步佔先，但係終點嗰步壓落去咧，入邊鼓浪陽光都有份影。包龍寶寶臨尾得翻 7.9 倍啊，飛格咁啊，一出即勝啊，史卓峰第二名咧，一號嘅開心好友啦，咁啊，黃浩南第二啊，第三名近喎，古浪陽光定係十號嘅金馬玉堂咧嚇？哇！田泰安呢只都近我，今日真係好好心機啊！龍寶寶臨尾落飛得手啦！啊，錯啲啊，今日配合嘅，睇張相啊，好近啊，真古浪陽光第三，哇！佢常山猛虎冇曬喎嚇，係咯，好耐啫，只馬都唔加速嘅。我睇下三揀一預計派彩啦，勝出咗咪 A3 其他冷門$31，各取所需，俾人夾咗啦。龍寶寶喺發力嗰度啊，即係唔好唔出喎。見你試閘都仲係收收埋埋啊，康華仔啊，輕輸報頭勝質，臨尾又落飛咁啊，結果啊$79喎，差咗20多倍啊，係咯，即係眼絕啦！我好多人都好準啦。啊！一陣間仲有好多阿菜啊嘛，不過俾阿月姐係啦，嗰啲再落埋呢個頭攬啊，真係正啊！如果真係後邊都得啊，咁我應該之後嗰啲全部都過關啊，好熱噶啦！咁啊，恭喜曬呢只龍啦！馬主係獸醫嚟嘅喎，獸醫緊馬係咪會睇到嘅嘢同我哋唔一樣咧 ？check 得緊啲啊，可能史卓峰都係要。攞翻啲成績嘅騎師啊！女王杯啊，整隻日本馬神業俾佢跑喎、啊，史卓峰。哦，當然嗰隻馬已經退咗落嚟啦，但都起碼一跑啊，係咯、啊，爭下獎金都得八隻啫嘛，而家。係咯，未必爭 win， 但係跑第五、第六都有啲獎金分享。因為佢個日本啊，騎過騎師賽啦，都有啲啊，認識佢啦，起碼。嗯。今日仲有隻佳運財都睇下焦點嚟㗎喎，係啊，贏完咁可以保住個稅權啊嘛。咁睇下四連環機嘅派彩啦，一號、八號、十號、十二號派29,308。咁啊慘啊！今日滴動咗阿方家派點啊？富列馬斯嘅周瑞麟啦，盡來影片睇翻佢點發揮先啲龍寶寶五檔嘅起步就有啲挨碰啦，同隔離灰馬嗰只潮州大慶啦，前邊咧成排馬走嘅，大家速度都差唔多啦。中間就見到有霸勝啦，譬如嗰啲快一步啊，都係喺嗰堆啦。另外常山猛虎啦、金馬玉堂啦、地通拿啦、鐵欄咧就是、海豚星嘅，咁啊中間有成排喎，見到有四條煙啊、龍寶寶、開心好友各取所需啦，入邊就嗰只係鼓浪陽光嚟嘅，咁啊田太安真係幾落力。咁都攞翻個第三，包尾啊潮州大興啦。咁啊，早段咧就各取所需咧，好立落噶。咁啊，雖然話末段又曾經立備過啦，咁啊，但係今日啲走勢咧都好明顯冇以往咁好啦。咁啊，其他馬海豚星咧就都黐咗條難帶嘅，依啲輸都無話可説啦。咁啊，始終可能個 form 咧都仲係差啲。咁啊，初出嗰兩隻、嗰三隻新馬咧就阿蔡嗰只最好啦。咁啊，方家伯嗰只其實都唔差嘅，不過墮落去咧就吃虧少少。咁啊，沈日成嗰只反而就頭段都仲跟得下嘅，咁啊翻嚟騎落去又冇乜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21，第二段20秒53，第三段23秒24，遠勝時間56秒98啊！萬國標準時間接近5線喎。